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一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一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一级考试。HSK 一级听力考试分四部分，共20题。请大家注意，听力考试现在开始。第一部分，一共5个题，每题听2次。例如，很高兴，很高兴。看电影，看电影。现在开始第一题。一，十和零，十和零。二，不想听，不想听。三，吃米饭，吃米饭。四，太热了，太热了。五，开车，开车。第二部分，一共5个题，每题听2次。例如，这是我的书，这是我的书。现在开始第6题。6，不客气，喜欢吗？不客气，喜欢吗？7，再见，谢谢你们请我吃饭。再见，谢谢你们请我吃饭。8，这个椅子是我昨天买的。这个椅子是我昨天买的。9，你想吃哪块？
想吃哪块？十。今天天气不好，下雨了。今天天气不好，下雨了。第三部分，一共五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你好，你好，很高兴认识你。你好，你好，很高兴认识你。现在开始第十一题。十一，喂，你做什么呢？买东西，我买了不少衣服。十一，喂，你做什么呢？买东西，我买了不少衣服。十二，这家饭馆的菜怎么样？很好，我爱吃。十二，这家饭馆的菜怎么样？很好，我爱吃。十三，他们都是你的学生？是的。十三，他们都是你的学生？是的。十四，你怎么了？对不起，我这儿没钱了。十四，你怎么了？对不起，我这儿没钱了。十五，没关系，你来读一下。我不会。十五，没关系，你来读一下。我不会。第四部分，一共五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下午我去商店，我想买一些水果。
他下午去哪里？下午我去商店，我想买一些水果。他下午去哪里？现在开始第十六题。十六，我能看一下这本书吗？他想看什么？我能看一下这本书吗？他想看什么？十七，小猫在那儿睡觉呢。谁在睡觉？小猫在那儿睡觉呢。谁在睡觉？十八，妈妈在那家医院工作十五年了。她妈妈在那家医院工作多少年了？妈妈在那家医院工作十五年了。她妈妈在那家医院工作多少年了？十九，我爱吃苹果，你呢？他爱吃什么？我爱吃苹果，你呢？他爱吃什么？二十，明天星期日，我在家不去学校。明天他在哪儿？明天星期日，我在家，不去学校。明天他在哪儿？听力考试现在结束。